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已经从通辽回家了，走了2天，然后回家接着喂牛。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家这个小院的最新进展。这个门口基本没怎么动，我走的时候那个大门安好了，小门没有安。然后我看我二叔应该是重新买了2个立柱，还没弄，好像说一会儿过来吧。这2个立柱是新买的，应该我二叔买回来的。然后那里是小门，没有漆，到时候除一下锈，重新喷一下漆，今天就给它安装上。这边厕所的门我爸已经安装好了，上面这个玻璃现在还是透明的，到时候弄那个贴纸贴一下。这两天我不在家，然后喂牛、清牛粪都是我爸跟于双双他们两个干的，我妈负责照顾2个孩子。回来了之后先看看牛。我爷在铺这边的砖，那个旧的厕所已经弄走了。哎，回家接着喂牛，接着喂你们，接着养你们，你们接着赔钱。我喂我的，你赔你的。好在目前圈里的温度不是太高，然后那牛在里面待着挺舒服的。这个气温我觉得长得也会比较快。拿肉换钱吧，朋友们，没办法。走出牛圈，再看看我们家新棚的进展。这几天接着施工，接着搞。哎呀，这个库房里边2天没见，看让我爸收拾的，干净利索。这边这个卡子到这个箱子里了。哎呀，看我爸搁那底下摞的呀，垒的呀，整整齐齐的呀。我们俩这库房建完1年多了，从来没这么干净过。哎，这东西我爸都准备完了，直接添草拌料喂牛。哎，接孩子回来了，辛苦了2天。辛苦啥呢？咱爸辛苦了，咱爸就你看起粪，然后推料，然后还给我拌料。我说我推吧，咱妈都不用我。咱妈说你没事，你喂你的吧。咱妈在家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我轻松老多了。我也放心，你要出门我也不惦记。要不的话，你说你走了，这活全部都扔给我一个人。这咱妈在家确实好。我爸清牛粪，于双双喂牛，我搞直播。我二叔下班了，下班直接来我家。二叔，今天有活吗？才完活。从4点一直，从早上4点一直忙活到现在晚上6点，累够呛。那啥，喂耳器呢？你这我使啊。喂耳器不搁那去吗？搁库房里边呢。二叔，你连把那个所有的微管器上面用的东西，就那微管的，是大管是小管的，你都拿走。我反正我们也用不上。还为啥呀？这不才一个卷的吗？一个卷，等你明儿，等我微时候，那等10月份微时候，我再拿回来不就完了吗？你先使着去。大的使不上。大的使不上，大的使不上，你就扔着扔着，你能用的你都拿走。我给你俩抬吧。不用啊。我二叔白天搁店里边下班，晚上就来我们家加班了。给我们焊这个小门儿。那个，先往那矿上焊，先往门上焊呢。有矿上焊吗？哎呀！张毅好点没？我没回家，我不知道。缝隙嘛，这样留一个轴的缝隙，留2个。那你焊这边的话就不对了。咋不对呀？那这门怎么不占中了吗？占中吗？
事儿呢，这门这三公分吗？咱这门吗？三公分，你门堵在这边吗？不得搁这儿吗？啊，这是砖上了。开不上直角了，看啥？老爸，你为啥嘎他呀？都反正撇去，买反了。啊，还有反正撇的。